办卡就能参与我们这轮300块的抽奖了，想参与可以参与一下啊，兄弟们，想参与可以参与一下。谁辅助？我们谁辅助？我不知道，爱谁辅助谁辅助，跟我没关系，反正我不辅助就行了。还有50秒，谢谢王大娘打小孩，这轮只有18个人参与了我们的抽奖啊，中奖概率还是可以的。谢谢流星 LX794， 感谢日月神教四大护法，变成19个了啊，就多了一个，十几秒钟多了一个抽奖的人。谢谢王爵，20个了，这大狗熊都得吐气的。谢谢日月神教，感谢我心赵明月、卧底猴哥、郭大波波，还有15秒开奖啊！原来我们打莫甘娜，炸！这莫甘娜可挺难打呀。你学的啥呀？炸！哎，学的抠，行啊！谢谢风雷的击霸，耶！耶！你以为有用，其实没有用。闪现点燃加平 A， 你的心失禁了。我这黑熊精插个眼儿，吃一波冰屑，炸！那个警长好玩，我们没有警长皮肤。我发现莫甘娜打我们也不太好打，真的。先来个皮孩，再来个红宝石，我把两瓶药卖了，我买个小血瓶走了。冰拳可以，斗鱼中奖机制太不平衡了，怎么不平衡呢？这玩意儿都有概率呢，怎么就不平衡了呢？你送的多，肯定中奖概率大一点啊。但也不是必中，炸！啊耶，走呗！耶，打了个强攻，好难杀这莫甘娜，只能前期杀一杀了。你要干啥了呀？这没法杀。耶耶，你以为？万挠，哎，还行啊。这莫甘娜太烦人了，克死我！除非我们在近身的时候，一个小侧身走位能给他 Q 扭掉，就好杀了。我直接来断他兵线，撕裂吧！越越越，挠挠挠挠，炸挠定挠，可以少了一层塔皮，不过，但我杀了一波莫甘娜，还可以。
开个 E。走了，这不能打了，我们回家。先来什么这把？先来水银骸。OK， 这把我带的印性呢哈，然后出两个红宝石，我们先出水银骸，要莫干辣定不住我们，并且我们的这个传说印性还有15%，加上我们水银骸30%，现在莫干辣抠我3秒钟只能抠我1秒钟，1秒钟只能抠我0.5秒钟。先在这炸他一下，走呗！我要越他杀你了，我跟你说。好，这边他把 Q 用了。漂亮，给我拿下。大地如血才是他应有的样子。哎呀，我将劫开弗雷尔卓德的束缚。莫干了，好你个莫干了，我拍你挠你。炸挠剑圣是不是搁左边呢？闪现拍平 A 挠，狐狸来了，我有跳弹，这都没用，这都风暴追随我的脚步。狗熊还是得出右装啊。决定了，这把还是出我们的兵权。其实出日炎好一点，但是出日炎不够大，我得大一点。AP 狗熊试一试，不是，我们得大一点。对面那王八是不是掉线了，还是怎么回事？那王八，看看啊，看看这个蓝 buff 有没有。如果蓝 buff 有，那说明王八掉线了。上桌了，我来了！你俩敢跟我打？吞噬你！个小王八，我咬！一下子减速！走位，虐套点盐 W 的平 A 强攻，走位，老狐狸你等着啊，我去找你。老狐狸你等着，我马上来找你。
这个老狐狸的双 buff 我指定得给他拿下。我的姐妹们是神，执掌着冰与炎，还有永恒的寒风。高人，他是个骗子。老狐狸呢？别让我看见他啊！发什么问号？我杀人？发问号？这莫干辣怎么跑这儿来了呢？你俩还换路了？我都没去找你，你还敢换路？你个老狐狸！你连个鞋你都不出，你等着啊！车我得要。Yeah！ 我试试能不能越啊！越！不打了，我走了。我看你下波怎么办啊？你还敢回来？没事，他防御塔无效。他没闪现了啊，我有点急了，其实我刚才着急了，我刚才慢点上好了，着急了刚才。不好越了呀，不好越了，这玩意儿能挺难越，他风筝我。一会儿的吧，你他不放E，我没法上。等他把E放了，我们直接上啊！二话不说，直接往上冲。清兵有点快，你个老狐狸，你给我等着啊！你给我等着，今天我们俩指定没完。什么收到？谁收到？收到什么东西？你还敢回来你？真不把我当人呢，我这一看呢。可让我逮到你了。哎呦我这刀补的可以啊。蓝 buff 有没有？把他们家野区给他搜刮干净，回家。出个自然之力。让你明白我到底有多么的肉，为什么对面没人了？为什么整个地图上没有人了？出来了，出来一个，整个地图没有对面人儿。
消失了，狐狸也没了。去趟下路。韩冰人应该是死定了吧，我先打个红啊，我们赶紧啊进草里边打，都点什么信号，他们很有可能在这里出现，个老狐狸还敢炸，我再飞不上了，哎，这个卢仙呢？你还敢出来，卢仙？你给我死！你给我死！那防御塔打我掉血吗？谁死了？莫甘娜死了，可以。我操！回中路，干一波这王吧。这攻速也太慢了，这不闹笑话呢吗？这攻速，许多人都想终结我，走。可以出一个绿叉，智慧默印吧，智慧默印，先把那个板甲做了，跑得快点，然后做个智慧默印。对面的王八跑得可挺快呀，带疾跑了。这寒冰什么意思？周贝，这寒冰什么意思？我就想问这寒冰什么意思？这寒冰。为什么狂？为什么狂妄？先吃狗屎！掏着了吗？他旁边一定有人吧？为什么狂妄？为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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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狂妄？我死了，人有点多。如果刚才这一波没有寒冰的话，我们死不了啊。哇，你居然钻入他的龟的身体里面，让他砸了。狐狸呢？不知道啊。谁知道狐狸上哪去了？突然之间，狐狸就不见了。我先打个红来。哎，我的攻速好像变快了，是因为五层 buff 了。别急，我马上到。这波可以打了。剑圣跟我上，没关系，我们还有 Q， 一手炸掏卢仙呢？哎呦，我卢仙还敢出来，跟我上，
我变身了。我变身了。怎么扣不着呢？打个红去！哎呀，拿下了，兄弟们！